从现在开始，当你进到位在 SOHO 复兴广场的 Monk Pigeon Cafe， 请尽情释放自己的灵魂，不用压抑对物质的渴望，当一天高傲的女王。这里有女人味十足的玫瑰小姐拿铁，浓郁的花香，绵密的奶泡，既好喝又好看，还有以城市为主题的蛋糕，像是曼谷的芒果口味或者纽约的咖啡口味等，种类非常多元，应有尽有。在享受完下午茶套餐后，你可以逛逛老板专门从法国进口的精品配件，不但满足你的口腹之欲，连外表都帮你打点好。这么奢侈的享受，难怪大家都想当女王。